第五十八届金钟奖戏剧类节目视觉特效奖得奖的是涂维婷、袁长寿、姜维宏、范杰宇、叶一麟，人选之人造浪者。壮阔的大型造势场面，逼真细腻的 CG 人，到各种造势景物，从细节到浩大场面，都展现了十足的特效实力。本剧逼真的还原台湾的选举文化，值得赞赏。我首先，我要衷心的感谢我的太太和家人，谢谢你们，无私的付出和信任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力量，让我可以，坚持追求这个充满挑战的梦想。同时，我也想向飞腾印象所有的团队成员致敬，谢谢你们。奉献的精神和无尽的创意促使我们创造这个令人惊艳的视觉飨宴。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这个肯特动画的张永昌先生，还有汉朝影视汤生荣汤哥，以及梦想动画林嘉琪先生，谢谢你们亦师亦友的这个提拔支持与鼓励，希望能跟你们共享这份荣耀。最后，我想要向《盗墓笔记》的玉林姐还有林俊阳导演表达我的致意，感谢你们给我们这个舞台，让我们能够展现我们的才能和努力。谢谢，谢谢金钟奖，谢谢大家。感谢评审，感谢大幕。感谢玉林姐、丽友、怡心，然后谢谢你们给我们空间，然后带我们来到这里。谢谢沸腾了，谢谢玩特效每一位过去跟曾经的伙伴们，玉林、杰宇，还有少宁，谢谢正在关心我们的每一个家人朋友们，爸爸妈妈、丽玲、宇杰。谢谢金钟奖，让我们这些在幕后后期可以站到舞台上被大家肯定。我们会继续向前，然后希望台湾环境能够好好爱护、照顾我们这些后期的人员。这样，谢谢人选之人，人选之人加油！我们是玩特效的人。身为那个特效，我实在是没想到有一天会站在这里。对，那首先我要感谢所有参与制作的伙伴，没有你们不行，你们是最棒的。然后要感谢威尔斯和 Sophie 一直以来的提携和支持，还有那个评审们的肯定，我才会站在这里。然后要谢谢我家里的人，也很支持我做这一行。我录了，应该他们比我还激动，对，然后最后要谢谢那个我曾经的师傅啊，虽然你已经离开这个行业了，但是我不会忘记你曾经的指导，谢谢。